什么啊？现在，现在我感觉这个春天大家伙就是不是那么忙啊，是吧？就是要不就是在家隔离，要不就是集中隔离啊，就这种的。啊，这么直播间才混久了是吧？对，啊，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有些时候呢，是吧？就是之前的话，之前有人就是直播间打广告什么的，那个卡画面了。哎，卡画怎么样了？哦，在画呢，在画呢，是吧？在画呢。因为之前有人打广告，就之前直播有人打广告嘛，那打广告，那我肯定是拿一部分出来，是吧？就是前年，哎，都不是去年了，前年过春节的时候，不是发了3000块钱红包嘛，是吧？因为别人给了我们，大概齐。好像5000-6000块钱吧，广告费是吧？然后给大家发3000块钱红包嘛，就微信群是不是？然后后来We 他又 can 做那 phone 个 up, please. 做那个什么，就那个叫答题器的推广是吧？就是叫什么叫摸鱼答题器嘛，那个东西推广，就发了就凑了几箱红酒。因为那会儿跟人相亲呢，相亲那个姑娘她卖酒，啊她卖酒，所以就是红酒是吧？送两箱红酒啊。到后来这个就是游戏的热度下降嘛，是吧？就比较下降，就没有什么那个，恰饭的广告啊，这东西就没有了啊，没有了就比较少了，是吧？就是送东西也比较少了。对啊，就是找那个相亲的那女孩买的啊，这不是两头都兼顾了嘛，是吧？拿甲方的钱买相亲的这个买人家的货。送给粉丝，哇！这不好吧？这个事儿是吧？挺好的啊，所以当时呢，其实是这么回事儿啊，seven 挺好的，挺好的啊。然后之前呢，每天还莫名其妙的事情啊，然后之前的话也其实也会说去送一 fourteen 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还送了几回那个比较便宜的 twenty one。那个什么充值是吧？那就是比较便宜的充值啊。那卡的话，我现在有空画一画，画的比较慢啊，因为最近的话，这两天有时候事儿有点多，这两天啊。Thirty 创办帝国 five。好，那个好玩吗？创办帝国的话，灵活度的话比万国要好一点，灵活度的话，我觉得会好玩一点点啊，但是对那个Wow。对纵国，对那个氪金特别多的应该不好玩，对氪金多的不好玩，我觉得这个。吃饭就多，然后搬砖的话不行啊，搬砖不行，因为现在其实很多那个活跃的玩家是很现实的，就是等于说那些二世是吧，公会的二世，或那些特别活跃的，他其实是比较怎么说的是比较，就是说就是搬砖的能理解吧，是吧？就是通过说当代链或者通过这个卖资源，就反正是有这个搬砖限制的啊。所以其实这个新游戏的话，《创办帝国》啊，它要是没这个限制，就是说缺这个限制的话，我感觉有点困难啊，因为这个少了这些，就广义上的这个托是吧？少了这种广义上的托的话，我觉得，Nine。感觉有点困难啊。你可以一起玩啊，我们那个微信我不发了一个二维码嘛是吧？可以一起玩啊，这么搞，Seventeen。欢迎草帽啊，欢迎草帽啊，欢迎这个小羊羔，都玩好吧？对呀，因为我们现在算一 Twenty 算，那今天星期六、星期一是吧？最后再播3天呢，所以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回顾，是不是？这five。那个挺好 Robertson 的呀，Thirty。没有什么问题。我想一想，就是从一开始玩啊，从一开始玩到现在的话，那个还在看直播的或还在玩的也是真的是不多了，就是那个玩万国的。微信群就是那个重返帝国的微信群啊，不是组织了一个微信群吗？就是29号一起去玩是吧？啊，我是他们说弄工会，我说工会什么的可能不弄是吧？可是工会你有什么可弄的工会是吧？把那个粉丝都散出去，哎，散出去，好到时候一个人带一个，Admission。人来看直播是吧？那直播人就多了啊。弄工会的话嘛，全堆一块儿，不是好你打爆成煤了是吧？不是你打爆成煤了，快1年半了啊！对，
游戏开区的话也差不多有一年半了，就是有那个就是去年整整一年是吧，今年三月份前年的九月份，这那基本来说就真的就是整个游戏是一年半了，整个的关过就行。免费暗号的话你可以去打工啊，你可以去这个到 B 站给我们白嫖，不用花钱是吧。狙击我干嘛呀、啊、我一个小微壳是不是啊，小微壳最多最多最多就是平均水平线之上是不是、啊、玩那个中国的网游玩家21年平均壳700啊，那我壳700以上就这个档，就这个档次啊，档次并不高好吧，档次是吧，就唯又没有内部号，又没有内部折扣，那我玩游戏我能有什么档次啊，就是一个普通玩家嘛对吧。2000年10月那差不多，因为2000年的9月25号吧开的国服嘛。赛季结束欢迎你不讲，你现在在玩步兵骑兵呢？free、骑兵的话你就做散件行，就那个 seven 堆生命值是吧，生命值防御往堆也行，现在都喜欢这么堆嘛，这么堆也没什么不对，比较简单粗暴一些，不是需要你考虑太多了、啊、就不需要你去再去去用这个骑兵的问题了，反正这么堆的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什么问题是吧，也是这么样，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对不对。欢迎用户88846啊，消防你什么时候玩的？万国你玩多久了？是这个这话题是吧？万国你玩多久了？其实我不是从前年开始玩的万国，我是从大前年，就是19年开始玩的。我知道万国是在我知道万国的时候是18年，还不是19年。我知道万国这个事儿的时候是18年，那会儿在海外就上市了啊。然后当时那个玩的是那个劲旅家园，利益是劲旅家园，当时就有一小部分的那个人家去玩万国了，去试一下万国哈。不过当时是鄙视的，是鄙视万国，就是鄙视念嘛是吧？但是你万国相对那个劲旅家园的话，你确实简化了很多，没有操作了啊。英雄的可玩性也非常非常低，是跟那个劲旅家园比起来的话，就通通简化了啊，就是包括画面各方面呢，就是相对来说都要差很多哈，就是跟那个劲旅家园比的话，就当时是有那种鄙视链的啊，只不过当然劲旅家园就直接玩犊子了是吧？劲旅家园这个确实变成个小众游戏啊，确实。就是您知道的人都没几个啊，不说网王过来了是吧，还有你知道的人都我现在欢迎该是英雄啊。现在最后的这一轮这个 K2 啊，最后这一轮 K2 的话玩家都真的是特别多 65, 我之前去这么几个区看的是吧，一个区都是1000多人啊、1000多个账号吧，可能不一定1000多人是吧，就那个3-4千万的1000多个都这么个都这么规模了。城满帝国的话会给攻略的，就开这个开区之后，因为城满帝国它是一直在这个内测，每次内测还不一样，和现在的话目前的话不会有特别固定的，有一些思路啊，思路的话我们会分享是吧，就跟你们聊一下。利益社新游戏早就出了，包括万国觉醒的第二代，就万国觉醒的这个新作品画风、很多玩法都一样，当然有创新、不是创新是吧，就是一个换代啊，就有很多东西它就是说在其他的新游戏里头确认是一个好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内容是吧，那万国的第二代它也或许也跟着去做了啊，只不过呢你们玩不到，都是国际区啊，这是不是都国际区是吧？万国崛起第二代已经今年1月份、2月份开始公那个属于也是属于公测了啊，属于在
海外是吧？没有中文版的啊，当时没中文版，现在有没有中文版我不知道啊，当时没有是吧？我就没玩，我就看了一下没玩。然后莉莉丝的游戏的话，莉莉丝游戏跟其实跟那个洛狗跟那个王国觉醒，有区别，这个也是有区别的啊。洛狗这个游戏的话，弹出礼包不厉害，莉莉丝的弹出礼包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近远征是吧？那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所以莉莉丝的那个战火勋章的话，上线很困难啊。包括有一个就是莉莉丝还有其他游戏啊，据说也被砍了，就也是被砍掉了，被砍掉了。这莉莉丝游戏现在就是，上不来啊，所有游戏都上不来是吧？就目前的话，国服的话，就是已经不是比谁更好啊，就比的是谁更烂，就是谁先让人受不了是吧？其实比的是这个东西啊，就服装受不了。就目前来说的话，游戏也没什么新游戏啊，可能现在你想去玩的话是吧？就这个类型游戏。现在不就出了文明征服吗？是吧？文明征服、万国崛起，其实跟三战和率土是不一样的，对吧？就说这个游戏的话，这次并不一样，对吧？就说，三战和这个率土的话啊，这个是就这个东西呢是，可以说这个类型的游戏还是很少。哎。说现在又出的话，确实可以考虑一下，是吧？这一年的这个 K2，可以说是我进过的应该是人最多的一次了，绝对人最多一次了，就进过的。我这次八个区进来，这个工会铺的都特别多，就是落地的工会啊。哎，工会相当于规模嘛，是吧？有多少工会参战啊？就大概就有多少玩家？工会的规模都是挺多的，六七个的。还没全进呢是吧？全进的话可能八九个，其他这样子的话 ，QQ 群在呀 ，QQ 群 ，QQ 群怎么不在？不讲两 QQ 群嘛，是吧？现在玩意太坑了，他们说三战还可以，啊，三战应该是还可以的三战啊，因为三战的各项指标都没有下降，就三战其实是真的是比那个率土。做的还要好一些啊，当然比万国要做的肯定要更好一些了，是吧？只不过这个游戏不是一个品类的，就是不能混为一团，是吧？就是其实他们并不是一个类型的，核心的玩法也不是一个类型的。欢迎紫阳闹君啊，欢迎零六八和这个技能。所以你去看的话，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竞品啊，没什么竞品，是吧？就文明征服的话，现在就怎么说呢？现在。就是开服的时间也不长啊，我们政府开了有半年不到吧，是吧？是不是还没到半年吧？我们政府是吧？那没到半年的话，他又文明政府那个游戏，它的定位更老一些，就是群体更老，可能这个年纪更大一些，所以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没有什么话语权，就是可能都是吧，年纪比较大的都不看这个自媒体，可能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的话。这文明征服现在收入啊各方面的话比万国略高一点啊，但是也真的就是不是特别理想。然后玩家这块的话呢也是偏老龄化，就是可能40岁往上是吧，四五十岁之间这个多一点，你相对来说的话感觉。所以在社交媒体上你想想那个文明征服在 B 站上面那个关注，它的官方账号的关注才2000多个，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他的关注是吧？就没他的群体就不在，他的群体根本就是吧就不一样啊。汪国觉醒的话其实还多一些，是有10000多个吧，对吧？画风各方面要偏年轻，其实是这样的。城邦帝国的话呢，腾讯的游戏呢，可能这个学生更多一点。哎呀，这个可能觉得关注多一点，但是不久要弃坑是吧？学生是必须要淘汰的，因为学生玩这种类型游戏，确实不是主力军。屁壳呀，不是这个也怎么说呢？这个对于这个中壳的态度，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对于中壳的态度，就对于那些小中壳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啊。就比如说你壳子几千块钱是吧，壳子2万块钱，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所有游戏都差不多啊，就这个东西是吧？差的不太多。区别可能就主要在那个白嫖和大佬，啊，白嫖和大佬是吧？一个卡原神靠近特别卡呀、啊。哎，老不生。原神的玩家基数多少？那个多少人玩是吧？他的基数太大了呀。简直就是，你就根本就无法从山寨到底让文明征服，把这所有的加起来，那个人口的数量都比不上的，都比不上的。所以你这个东西也没不特别有可比性啊，不特别可比性。因为那种它强调个性化嘛，然后这种我们这种重氪游戏的话，是强调就什么？强调这个众星捧月是吧？啊，强调是众星捧月，就是一堆人挺一个人是吧？一堆人挺一个人啊，让一个大佬多磕你，让一个大佬把其他人的份额都磕了，就是更加强调这个思路嘛，这思路也不一样，东西不一样。欢迎紫阳道君啊！我们已经忘了啊，燃气，三分。对啊，本身就三四十岁就能玩了嘛，因为你要太年轻的话，你这个节奏你也受不了啊。别忘过学习，没什么活动对吧？就是除了打架之外，你日常的活动基本没有。你千万不要说那个什么奥林匹亚，还有那个什么划船，你这个就不说了是吧？这个很扯的事儿了啊。就是就日常打发时间的活动，其实没什么活动，就这个东西是挺尴尬的事儿，就是特别是，我特别指的是，都能参加的是吧？你说那个，比如说这个《最强至尊官》的话，那个其实也算活动啊，但是那个活动不是你放弃的，是吧？能可以理解吧？那个活动是特定的玩家参加的呀，那也不是说，不说所有人参加是吧？说你爆肝。靠什么东西你可以参加一下。我去发。应该会有些这个有游戏的活动的话，它是全民都能参与啊。但是现在我们旺国的话，说你要没活动的话，你小年轻你玩不了啊。小年轻你玩两下你不就了？对，安娜，那个不行。真的。